这个鱼可能是叫土沙陀沙的了，土沙陀沙的。你看那个头，前面的头就像那个火车头，要像那个推土机。哦，那很厉害的呢。会哦，钻土了呢。它长这么大只，可能是因为积水期那个洪水时期啊，台风洪水时期，水都淹到上面的田呢。哦，而且还有几。1公尺高吗？啊，等到洪水退了，退了，啊，可能来不知道要跑到这边来了，就在田那边死掉了，在田那边死掉了。有些我挖了一只是从田那边挖到这边岸边的，另外两只就在这个溪畔哦这边找到的。